What's up YouTub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吉欧呢。So, 正如你们刚刚所见的呢，呀，我明天 finally 啊，我等了两个月啊。So, finally 呢，我明天就要去完成我的第二支的这个疫苗接种了，因为我打的是这个 AstraZeneca 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原本是要等三个月的，然后因为又有出新的 Delta 的变种病毒，还有这个 Lambda 的这个变种病毒，所以我们的 WHO 就建议呢，原本三个月的这个时长呢，缩短至两个月，也就是大概九个星期左右啦。这回呢，一样的东西，我也是会就是拍这个疫苗日记，去记录一下我身体所处的 pattern 啊。After 这个 vaccination， 我听有些人讲，第一剂没有反应，然后第二剂会有反应，更加严重的反应，又或者是第一剂有反应了，过后打了第二剂就没有反应。所以我就想来记录一下咯，反正因为我打了第一针没有反应嘛，就是有一点发冷，然后又有一点酸痛这样子罢了。然后就想看一下到底这个第二针会有怎样够力的反应等着我啦。一样的东西我明天呢就会 briefly 的大概的拍一下整个过程给你们看啦。如果你们想看仔细的过程的话，你们可以 refer to 我的疫苗日记 season 1，也就是我打第一针，我那时候有记录的，所以那边会有比较详细的这个过程的解说，我是有打那个字幕在那边啦，所以你们可以 refer 回去那个影片。这个的话呢，因为我觉得大概的过程是一样的，所以我就briefly 的带过，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呢，上次我去打的时候呢，他是不 allow 我拍摄的，因为我那时候我拿这个相机去呢，他是有讲说是不可以 shooting 的，但是我是偷偷关掉我的这个所有的灯，然后我偷偷的录，然后他再加上那时候他是可以来拍照，他是不 allow shooting video shooting 的， so 我就没有很清楚拍到那一支针插进我的手，然后看他们打进去这样子啦。过后呢，因为有这个打空针的事件呢，所以他们也 allow for video shooting， so 我明天应该啦可以光明正大的拍一下他把针插进我的手，然后再把那个疫苗打进去我的身体里面呢。我觉得大概就先这样子先。So, 我们明天再见吧。我要去赶一点我的东西了。Okay, so, 我们明天再见。又是一个下雨天的早晨啊。看到吧，那边都有点起雾啊，好像在云顶这样啊。走散了大家，现在已经是七点多了，我刚刚差不多六点多这样我就起来，做一下家务啊，然后磨一下这样子咯，然后现在我就要去冲凉一下，然后我就准备要出发了， so let's go。Hello, good morning.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Good. Okay. Alright. Good morning. Your mind's your show appointment, please. You bring your pen? No way.
Okay. Write down your name, your IC number, and also your date. How your vaccination first dose? Okay. When you are, huh? Yes. You can go to station number 4, sir. Over there, the green color.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Okay, thank you.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Cantik kamera ya. Sekarang boleh kau kan? Boleh. Ya. Ada message atra? Ada. Klik ya, scan dia. Ya, ada darah tinggi kecil mana? Semua tak ada. Okey. Body vaksin yang sama AstraZeneca 0.5. Aha. Tapi kenapa dia punya macam tak sama ha? Dia punya ini. Ha? Ha, sebab dulu saya ingat dia ada purple colour punya kan? Kita dah sampai Malaysia, kita botolkan balik. Oh. Air tu kita dapat daripada supplier botol kecil. Oh, okay, okay. Sekarang kita dapat supplier dia terus botol besar. Oh, I see. Yang lepas first dose kita dapat, kita boleh kongsi 11 orang sahaja. Oh. Yang second batch punya kita dapat, kita boleh kongsi satu botol ni 12 orang. Okey, faham. 0.5 ml. Okey. Sorry Tak apa. Okay, sudah habis. Sudah habis? Sudah. Tak ada rasa pun. Okay. Ini borang yang sudah dekat depan e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K， 这个是你名字对不对？对。OK， 恭喜你已经完成了两次了。好。我们可以在这张卡里证明你是完成。OK， 这样子我里面也是可以的，是吗？这样可以打开。OK， 好，可以，谢谢，谢谢，拜拜，拜拜。九点了。搞错了，再来。哎呦，下午好呀，大家。所以我现在是已经回到了我的家这边了啦。然后刚才吃了午餐，我就躺在沙发上面一直躺着，然后就有一点要有一点睡意这样子，然后就在躺到现在已经四点了，然后我现在才来开我的电脑要做我的东西，打完了现在是差不多六个小时多了。After 这个六个小时多累，是有一点点累啦。可能是我今天特别早起来的关系，还是什么？然后，一样咯，手肯定是会有酸痛一点点啦。然后咧，人家打完了咧是肚子饿，然后我打完了是肚子痛，
结果我就跑去这个巴西古当海位旁边的油站去炸掉他们的厕所啦。然后就是这样子啦，目前收发是不会到太辛苦啦，然后也就是这样啦，收迟一点有什么东西我再 update 你们一下啦，我先做我的东西啦，收我们等一下再见。看到这里呢，很抱歉大家，收那一天呢，结束了那个影片过后呢，我就非常非常的忙，然后打了疫苗过后也没有任何的 side effect，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力省下来反正没有什么 side effect， 然后也没有什么看头的啦，所以我就不想要拍，再加上我那时候是比较忙，然后就是这样子了啦。然后两只 AZ 过后我是没有任何的 side effect， 所以也就证明了我的身体是多么的强大啦，也不懂是我的身体弱还是身体强大啦，所以总之就是我是安然无恙的走过来了啦。所以鼓励大家还没有去打第一支疫苗的，赶快现在到30号为止去你任何，也不是任何啦，去指定的任何一家 PBV， 也就是 Busan Pemberian Vaccine 或者是疫苗接种中心呢，去 walk in 还是怎样啦，去打一下会比较好啦，毕竟现在疫情也是那么的严重，待在家啦，没有什么事情就待在家，然后勤洗手，多喝水，然后多补充维他命这样子啦。 So again 我是吉恩啦， So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 So 拜拜。